我叫麦穗。杀人那种勾当我不干，坑蒙拐骗可以。千年野山参呐，让我想一想不行。来啊，还没有人敢跟小爷我玩仙人跳。我就上一只，一个身娇体贵只知玩乐的纨绔公子。咱俩这事儿怎么了结？他女扮男装是为了对我图谋不轨。没有人比我更懂女人。这个全要了。此情此景，那你不得对我强吻一下？你嘿是什么意思？嘿，你问我喜不喜欢你啊？没有，我有一个朋友。我明白了，你是想把你朋友介绍给我。木的温润不易伤人，他属于温文尔雅类型的，还是高大威猛类型的？是。我是不是来早了？将军，您来晚了。嫁给我吧。不让我捆。有些事情太快的话，我也受不了的。睡觉。